啊，你买烤肉酱不买刷子啊？那我去买嘛。刷出来了，太惨，木炭没有了，帮我买一下好不好？我除了木炭以外，想得到的都买了。你是会不会弄啊？对啊，生跟我这么久，不会先拿吃的过来啊？那我去啦！哇，有火耶！好厉害哦！我们先用喷枪吧。哪有？我们靠自己的好不好？我们喷枪。那烤肉酱不是这样刷啦，一面只能刷一次啦。你这些烤焦的地方容易致癌，要加柠檬啊！你会不会烤啦？走开，我来，走开。哎，香肠啊！啊，你不是很会？外面焦了，里面还可以吃了。吃我拳头啦！哎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们到了啦。还要多久啊？我们都吃一轮了。Yo, everybody, 我来了，给我一点尖叫声！哎，我来了。哎 ，wait，我来了。对对对，我们知道，等了你四个小时了，我们知道你来了。哎，收钱了，一个人800。啊，这么贵哦，下次给。我现在手油油的，还没办法给你。你有什么借口？他上厕所，是不是？我上厕所，你等着。Hello， 还有人不想付钱的吗？你不用问我有没有熟，我对这次的考试非常有把握，因为我真的超熟。我对他是绝对有信心的。It's a f- row you。No！ 我很后悔没有熟。在我眼里，他是没有输的，他只是选错肉。他那种烤法我认同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泰山，等你再烤，你这样吃有吃吗？没关系，我吃这些啊。哎，先走啊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泰山，我女朋友她家公狗生小猫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可以收了。阿仔，我把自己都赔给你了。这黑胡椒啦！哦，泰山，刚刚到底是个怎么烤的？我这个好烫，我肚子。好饱哦，好饱，不吃了。建明喜欢吃香肠。快点给建明吃。他还要再一根。我饿了。